總算幫家姐代咗山峰。OK， 好，呢、這個時候咧，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咧，係邀請一位嘉賓上台嘅時候啦。咁啊，呢位係今晚最後嘅嘉賓啦。咁我特別都好想啊，喺呢一個環節裏邊咧，即係想將一份好特別嘅心意送俾大家。雖然大家可能聽慣一般流行曲啊，或者你哋一般即係會有喜歡嘅偶像，可能係我，可能係四大天王咁樣啦。咁有好多嘅流行曲喺街外邊咧，咁你哋可以聽嘅。但係咧，有時咧，我都想將一啲我好中意聽嘅詩歌，詩歌中裏邊最好聽嗰啲咧，通常大家都大概知有《愛是不保留》啦，係咪？仲有嗰啲這是什麼的道理啊，或者係偶然遇上的驚喜啊，大家都會知道有一般即係你哋會耳熟能詳嘅詩歌係好好聽嘅。咁唯獨依一隻咧，我覺得係所有依啲好聽嘅歌裏邊咧係最好聽嘅一首。咁我哋邀請依一位歌嘅主唱人上台先，歡迎大家俾啲掌聲 ，Mimi 鄧婉玲小姐。小心小心，好彩唔係著高踭鞋。Hello， 大家俾啲掌聲，熱烈啲。大家好，唔好怕醜。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咁啊，我同佢嘅相識咧，都係好似同 Karen 一樣咁樣同時間相識啦。係啦，我哋有個小組啦，歌手小組。咁啊，我以前咧就有個人成日叫我翻小組嘅，咁即係小組即係基督徒小組啦，你哋知啦，知唔知啊？小組即係知啊嘛。即係總之有個團契係一班人圍埋，會係即係睇下聖經啊，食下嘢啊。玩下咁樣樣，企下肚啊，勁誒唱下詩歌啊咁樣啦。咁就我以前有人叫我一路都翻，我一路都唔翻嘅，唔翻啦。咁但係我最近就有翻啦，咁啊識咗佢哋啦。咁我就發覺我平時自己會即係聽一啲詩歌裏邊咧，呢一隻歌嘅原唱咧，原來就係一個小組裏邊嘅人，就係我身邊嘅鄧婉玲小姐啦。咁所以大家我一間會邀請你哋俾多一次好熱烈嘅掌聲，就係因為。我跟他沒彩排過了因為他很忙他很我都想問你的因為即其實他是星期二晚上邀請我的我就在想今天星期四星期二我在想、會不會在你的 mini concert 唱歌、啊、我心想喂哥你不是玩、啊、你這麼多音樂朋友為什麼會叫我的呢咁我一路思想啦，咁我喺度諗啦，咦，有三樣嘢咧，我哋都幾相同嘅。第一樣咧就係、是、我哋都好中意音樂，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都係好中意貓嘅，即係愛貓嘅人。咁我都有曾經養過貓。有冇愛貓嘅人啊？有。哇，都幾多。咁你咪亂噏嘅，係都係有。有啊。咁啊，第三樣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都有同一個信仰啦，我哋都係基督徒嚟嘅。咁啊，唯一讓我諗啊，一樣有一樣唔同嘅，同其他歌手仔咧，我係比其他歌手肥。唔會唔會。所以咧，我諗好多人都你就會即係邀請我啦咁樣嚇，即係講笑啫。因為你曾經分享過嘛，即係你話你屋企人全部都係瘦噶嘛。係。咁我可能咦，咁我係肥喎，咁都 OK 喎。講笑啫。係咯，就係、是、咁樣啦。咁所以都係飽瘦啊！我知道啊，我記得你話肚痛唔食藥噶嘛，因為爸爸教你噶嘛，即係要靠自己嘅抵抗力咧去對抗嗰啲疾病。係啊，所以好少食藥。所以佢從來唔食藥嘅，話俾我聽。同埋一樣嘢好感恩就係、是、大家喺依段時間有冇人有病啊？即係我而家唔係話鬧你哋問你有冇病、啊，即係我但係真係關心你哋問你哋依排有冇病，因為依排咧好多人病啊。咁啊，早排又要錄音咧，咁啊翻即係小組啊，出街啊，哇，總會有幾個人係戴口罩咳咁樣樣，所以我依段時間錄音啊，跟住依個 show 啊，我都冇咳，我非常之真係感恩喺呢方面。所以我哋無時無刻都要感謝神啦，咁啊，因為即係呢一隻歌咧，都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人生一個旅程嚟嘅，咁啊。是出自一套嘅福音電影，咁我都好榮幸啦，可以喺呢個平台，同埋即係威哥又請我去唱呢一首歌，咁不如即刻送俾大家好嗎？好，送俾你哋呢只歌。俾少時間我諗。頭先見 Karen 喺琴隔離，我有相喎。
你會唔會唱和音㗎？我唔殘，我唔唱都要睇歌詞。OK。在世永恒何在？或如流星闪耀掠过，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死阴幽谷中，你伴我过渡，欢欣里风光里，你共我同在。身处孤单伤痛，来拥我入怀。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作传奇。无论我葬于红日，或如黄昏般渐渐老，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作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我终不至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圣经里面呢咁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愿主祝福大家。
谢谢。